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Russell Gripps 的學校的，咁其實咧，全英國咧有24間 Russell Gripps 的學校。For example 啦，例如有劍橋啦、牛津啦、Durham 啦、白明漢等等嘅。咁其實咧，佢就會得到英國嘅政府 65% 嘅 government funding， 去有助佢哋嘅研究啦，或者有助佢哋嗰個嘅 medical 啊、science 上邊嗰個嘅發展嘅。咁我通常咧就以白明漢作為一個例子啦。咁其實咧，同學仔咧就可以喺1月15日或之前或之後都可以繼續報名嘅，因為1月15日係最大嘅呢個截止嘅日期啦。如果同學仔仍然都未去申請嘅話咧，我就希望你哋盡快啦。另外嘅就係 Russell Gripps 嘅學校咧，即係因為比較上排名高啲嘅，係大概全英國係頭30名。咁佢哋所相對性係要求嗰個嘅入學啦 ，DSE 咧就雖然係一定要係高少少噶啦，咁大概係554，咁佢就唔計中文，唔計 LS 嘅。